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无量寿妙诸圣王禅老祖。各位维新圣教易经大学一至十二届的贤士同修，我们今天继续为各位来共修禅解易经、风水和宗教易经已经有7356年的岁月，是中华文化古字，现在是今用。我们老祖宗所留下来的心法用文字或是非文字一代一代的传到现在来，所以易经之大道包容了3000大千世界一切生老病死、贫富贵贱、喜怒哀乐等等的世间法，也可以了解到出世间法。但是我们世间法你要了解，必须要有相当的法缘，否则你无法了解天机密。所以易经就是天机密，也就是无字天书、摩尼天书。所以我们当下时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将易经以现代语言来传授有缘的人、有福的人、有德的人。所以老祖道教慈航38年的岁月传了无量无边的心法，希望各位同修大家平时冷静的思考，多了解老祖辈把这个心法都化为文字，而且以一阴一阳作为道，一阴一阳它的生化变化万千的真理不可思议原来我们不晓得这个心法就是天机，也叫做天书，天定的册所以天书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内在心灵都藏着一本厚厚的无字天书这本无字天书呢很简单就是一画开天，再画辟地，人立其中，万法生成。所以老祖传下这一部
新华，古字今用，我们将这个古人的智慧一直延续，一直留到现在来，我们把它拿出来用，正道的结果很妙。老祖38年来，将这个《易经》古字今用，以现在的语言来阐述。那阐述这个都是由一阴一阳和一阴，阳阴之间就是道，这是阳，这是阴。这个太极，所以我真正老祖设计这个中纪给你们带着在心中，这就是心华，有一阴一阳啊，智慧道。那我们把它以阳阴，它所成就的啊，一切万生万物都离不开一阴一阳啊，阴阳阴色界啊，阳是空界，这是物质能量不灭定律。所以各位同修，我给你们带的这个中纪，时时唤醒我们自己，唤醒身边周围的人，唤醒灵魂界的这物质能量不灭的真理呀，就是色空不二，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佛家所阐述的色空不二的法则，那在这一个太极一阳一阴都表示的清清楚楚，只是我们不懂的时候认为好深，事实上很浅，只要解说打开来了，那就不难了。所以俗话说，刚好一点骨，公法没得三钱这个就是我们易经大道。但是一阴一阳，我们要把它转化为文字转化为万生万物，也都是在这个一阴一阳里面，这两撇里都已经全部概括了。所以各位同修，我们学到要有广见广义，没有广义的见闻，那你要跳脱这个阴阳是非善恶来去有无上下左右生灭等等的法则，你就很困难了啦。当你懂了这个道理，今后你就不会被这个一阴一阳来困住，而困了我们的心。希望各位同修我们好好来冷静来悟你就会跳脱五行之客，超越五行这凡是由我不由天的真实意，在一阴一阳之中祝福各位。
各位为君贤士及各位诸王善知识，人世间万生万物都有阴有阳，尤其我们人也有阴有阳，阳是为男，阴是为女，男女这整个将视线的生灭全部了了分明。在老祖慈悲将男的一定要有符号的代表，就以阳，这是男，女呢就是阴二段一化开天，再化辟地为女性。所以世间的男女都不可以缺所以有太极，这是阳是男，这是阴是女世间男女都要圆满，都会圆满比如动物也有阴也有阳万生万事物都有阴阳，有生命的就有阴阳，没有生命的也有阴阳，没有生命的就是物质与能量不灭定律暗和光明，阴暗和光明，在空气中微尘的沙粒也有阴阳，灵魂界也有阴阳，所以我们在世间上都离不开阴阳，阴阳视为大道。尤其我们在世间上你的欢喜为阳不快乐为阴，所以阴阳常常在变化万千，我们的思想也有阴阳，善的善念视为阳，恶念视为阴。所以孔子一句名言，敬鬼神而远之敬鬼敬神，鬼就是阴，神就是阳，你要很客观来看看人的行为消极悲观等等的不良行为视为阴视为鬼很积极很乐观那视为神有一次有一位信徒我在这里上课，他为了鬼神特别来到仙佛寺，下课了之后他很虔诚地说，师父我来仙佛寺要来看鬼和神在哪里可以找到鬼可以找到神，我很简单嘛，你今天烦恼了就是鬼灭心态嘛，你很乐观
看任何一件事情都很乐观很积极的，那你就神了嘛。这些信徒我说叔啊，那我时时在变化不一，鬼神都在我身上呢，本来就这样嘛。每个人烦恼贪嗔痴三毒的时候就是鬼嘛，能够戒定慧，戒除贪嗔痴定，让自己的心能定下来，往光明面的有智慧的就神嘛。这位先生很高兴的，他说谢谢师父，我今天终于与鬼神陪伴一生了。原来鬼陪伴我一生，常常动怒，那就是鬼嘛。常常很高兴的积极的，那就是神嘛。所以神也就是光明啊，鬼就是黑暗啊。所以三毒贪嗔痴为鬼嘛，这个叫戒定慧。这是为什么？这位先生已经快80岁了，很高兴的活到快80，到现在才找到鬼和神，在他身上寸步不离啊。那各位同修，你们现在与谁在一起啊？各位十方善知识，我们每天都和鬼神为伴呢，做法形影不离。所以各位同修，我们要修行学道，就是这一个道理。所以我们希望各位同学过得快乐你多行布施，布施不是要你的钱的才是布施，法布施，你们学了易经之后可以帮助信众大德排除烦恼那就是法布施。财布施，学了风水学帮大家解除居住问题，让大家有缘的人事业顺利，那是间接与直接的布施，财布施嘛。无畏施，我们学道学好了，不要怕人家笑那你该为人服务的去服务，那你就是无畏布施嘛。这个都聚集在我们身上呢，三布施的就是神的化身。祝福各位。各位唯心贤士及各位十方善知识，我们的法门强项易经强项易经风水和宗教三个一以贯之，
一间风水宗教，三个贯穿起来，啊，就是三部诗。用易经帮人解除烦恼的事情，也是一个布施，法布施。啊，帮人家风水住家工厂，啊，不对的，做事都不顺，那你帮他修正之后，啊，他表示平安顺利了，让他赚钱，这个就是财布施哎，不是说要你们拿钱出来去布施，啊，法布施、财布施、无谓的布施，不要怕人家笑说，哎呦。你哪还给博啊？我们过去38年来，我们的好多同修都很热心，啊，帮助亲朋好友，啊，带他们来找老祖，把烦恼都解除了，那就是无畏师嘛。所以我们要做到。三布施，你就做佛的境界，就是菩萨道。所以易经的用法用在日常生活，了了分明，啊，我们就可以跳脱自私自利，啊，那你就。能够成圣成贤成佛了，所以老祖传了这么多的妙法，啊，尤其啊，在这个生男育女，啊，这个法门是非常的殊胜和巧妙，啊，这一胎。怀孕了，是男是女，用一占卜就可以了解到是男是女。啊，那你要什么时候怀孕才有机会？啊，你用一占卜卦上有子孙爻。啊，就有机会传宗接代。卦中没有子孙爻，那你再怎么强求，也强求不来。所以弥勒菩萨啊，在71年7月23日。开启蓝天的时候，在金阙异地前，九大菩萨在讨论，啊，突然弥勒菩萨也来了，开示了命中若有自然流。命中若无莫强求，若要大富与大贵，唯从积善与重德。啊，这一句话讲出来，开示起来，九大菩萨啊，都给予相当的赞叹，弥勒菩萨的真理啊。所以人在世间上
啊，出生出来，天就注定了。有没有孩子，天就注定了。那么没有孩子，天注定，那是课题，让我们要去自修、反省，自己去诵经、念佛。 改变你的磁场能量，啊，改变自己的命运。所以，观世音菩萨啊，是给我两个字。开始我也看不懂什么意思，用易经当钥匙来打开，所以菩萨画了一个这个形状。啊，这个是阳，这阴，打开阴阳。啊，打开不如意。 迈向如意，这个禅机真妙啊！哦，很高兴的感恩观世音菩萨啊，给我这个启示，这个天机啊。观世音菩萨开始说，要我用意药。 来打开众生的烦恼，啊，打开社会的和谐，啊，百业鲜花都离不开易药这把钥匙，所以我静静的悟，我终于悟了，很感恩，就用易经。 是一把钥匙打开，从阴转到阳，从阳转到阴，不顺利，迈向顺利，顺利，啊，转到不顺利，这即是人生的至高哲理啊！所以，我希望各位同修。 以我同样，时时领悟这把钥匙，你们身上带的这个踪迹是一把钥匙，随时带在身上，唤醒自己，要用易经的真理，来打开世间的人生喜怒哀乐，啊，打开。 人生的各项的不如意，转向平安幸福的境界，即是一支大道啊！祝福各位。 各位唯心神智及各位十方善知识，易药里面包含的八万四千法门的相对论，那么在本法门就有24亿6400局的相对论，不可思议啊！全部在易药。 这两个字之内，千变万化，交错复杂，所以一要啊，这一切幻化的根源和果。
所以老祖出生38年来，在台湾将《易经》这个无著天书转化为文字，所以我们维新道藏总共集结世间的一切生死幻化与变化，总共有30000卷之多，现在已经传到23636卷，不可思议啊！所以我们的智慧如海，要深入经藏，智慧如海，道理就在这里。回过来，我们来研究这个医药啊，这阴视为女性，阳视为男性，那你怎么样来看待这个阴阳啊？有如卦，乾为天卦，存阳，初爻为祖孙爻，初爻祖孙爻，在卦中没有祖孙爻的，你要生孩子，要传宗接代，那就可能要比较费力一点。又有如火天大油，自寅寅初爻是祖孙爻啊，你看到卦象出来啊，它就是男性。前几天祖孙爻是阳爻，也是男性啊。那么三山水门卦啊，巽是祖孙爻，所以阴爻视为女性。你占卦起来，问说这一胎是男是女？你看祖孙爻，依照这个轨迹规则，哦，这个是女性就知道了。那么还没怀孕，你可以预知啊，这一胎是男是女，你卜卦。但是你要先诵一部经，之后再来用金钱卦来卜，再看他的祖孙爻。阳爻为男，阴爻为女的，了然分明。所以用易经，你就可以知道未发生的事情，了解到未来的果。有人会问我说：“叔啊，这样不是没有天理吗？不做坏事，怎么和天理有关系呢？”怎么样会违背天理呢？你有这个缘，
可以预先了解，表示你的福报。所以老祖传了这么多的话给我们，我们要知道会应用。若是他那一年离为火挂张起来啊，离卦冒听祖孙了，危机又危机啊，危祖孙了，两个祖孙了都是阴了，那就是女性了，出生出来的是女菩萨的色身，这个了了分明。所以我证道了那么多年啊，真实不虚。若是你要了解啊，是男是女，你可以先用意来占卜，你就可以了了分明了啦。啊，所以希望各位同修这方面你们要多用心，但是有一种你要小心啊，现在要了解，有的人已经男生生了很多了，他希望在下一个有女生女孩子来，你要事先告诉他，我先帮你用一张卦了，都是男的，你要欢喜的接受；女的，你要欢喜接受，我才要帮你占卜看看，来作为参考。一定要先讲清楚、说明白、先了解。啊，占卜者他的心念是什么？啊，心念若是不正的话，就会产生堕胎，那个罪过我们就要去负因果的罪过。所以同修，大家要做神仙，爱注意啊！祝福各位。各位唯心贤士及各位双善之士，世间的事情变化万千，阴变阳，阳变阴，果要看变出来的果，而阴变为阳，这是果。阳变阴也是果，啊，卦出来了，没有儿子孙了，你看他的卦象的变化，卦象变化，啊，你看到这一爻，阴变的阳。啊，是男，阳变阴，是为女。好了，阴变阳，
是为男，杨变音是为女，安尼就了了分明啊。要看变出的卦象，所以这个是很简易的了解阴阳变化。变出来的卦象就是爻，阳的话就会生男啊，若是变出的爻化破的时候就要小心啊，变出的爻天龙后五月五日 Q 因变阳化为子破啊，就告诉他你现在这是因变阳是男，但是化破要养出来也是很困难，你必须要多做检查，多做保养，否则的话生出来孩子的身体会不好，动出来的化破化绝啊，绝一日主生爻，绝一日，绝以四月和四日。注意，会胎死腹中啊，产前的检查非常重要。这个我证到了很多。划破生出来孩子啊，就比较不理想。化绝出生出来没有多久就回去了，这是天数天数定数，但是我们。预防人的烦恼太多，可以鼓励他产前的检查很重要啊，这个医术和养生术一定要多研究，否则的话你给人家啊一个当头棒喝，真是不慈悲啊！所以我们用意学意，防患于未然，以其无所生，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你们要看男看女，不看六亲。看他的阴阳变化就可以了了分明，阴变阳为男，阳变阴为女啊，了了分明，这是卦啊，有两个爻都动了，那样你要取哪一个爻才对呢？你要看啊，这两个爻，哪一个是有主生的啊？这一个爻为重啊，阴变阳，阳变阴，就看那个爻，就可了了分明。
有如火灼回，啊，这一爻啊，这个己卯坐也动了，啊，这是官鬼，那你就要看这个主孙爻，动着主孙爻做为主，但是动爻化官鬼。这个表示啊，这个胎神不稳定啊，所以产前的检查非常重要。我们就直接勉励告诉他，有这种烦恼你要小心啊，等生出来了就可以了了分明嘛。所以我们学艺用意不要像江湖术士都在用恐吓的，恐吓之后啊，那所得的果让人不安。我们的法门不是这样用恐吓的，实实在在的告诉他的因缘果啊，怎么样来防患？事先的啊检查啊保养啊，那你生出来的孩子一定会很平安和幸福啊。所以命由我主，寿由我求，福至我修。福就是主孙爻，福就主孙爻，好，福至我修，了了分明啊！希望各位同修能够冷静的来思考，来正道，即是功德无量啊！祝福各位。